有请。建军。不是，太早。看你们怎么演啊！这打不到一块儿去，这一个猩猩一个猴子，这是。这两个不同的，不同的。动物世界。这猴秃顶，这有点。好，请注意，这时候母猩猩来了啊！这母猩猩是咋骨折了？钉在甲板是怎么的？钉在甲板。刚从医院回来、啊。就这样都看上了。猴气够呛。猴气够呛。哎呀好。哎呀。动手了。不行啊，你是猴啊你。猩猩力气够大。现场直播的是蒙古式摔跤亚运会决赛啊，我们看到两位选手呢在场内厮杀非常激烈，而这位叫猴的选手呢已经被我们的猩猩选手牢牢地压在身下，给十秒钟的时间，如果起不来的话呢他自动放弃了比赛。来，这俩人什么姿势啊？太沉了。来听听母猴这个时候要说什么。猩猩，你俩别打了，扯那干啥呀，倒的满脑瓜子是汗，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呗。因为我们看了好多的这个模仿动物啊，咱节目不是动物世界，接下来出个题儿，让丽坤给咱模仿一个植物。来，丽坤有请。来，可以吗？你看你穿的这么来坤啊，坤儿，对，来舞台中央啊！我画什么植物、啊？你看，我们有命题的，你就这样演一朵呀，小花，它的成长的过程，从发芽一直到最后盛开，在凋零啊！听我指挥啊！好，别太难啊！听我指挥，来，现在是一颗希望的种子，埋到土里。简单点啊！哎，一颗种子在泥土当中静静地等待春天的来临。春雷响，春雨下，种子慢慢苏醒过来，它要冲破泥土的阻力，绽放在蓝天下。于是它不断的努力，不断的努力，长啊长啊，终于来到了这美丽的世间。它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一切都那样的新鲜，冬天来了，小花枯萎了，但是它并不伤感，因为它将成为泥土的一部分。明年，它的孩子将会在这里诞生。演得太感人了啊！对对，你解说的也很不错，是吧？不要被这些假象给蒙蔽了。哦，对，这一轮我们要跑的就是刚刚的小花王丽坤，坤儿。哎呀，提到这演员呢，我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啊。怎么了？心里边恨得直痒痒啊！你想啊，这人这个善于用计，笑里藏刀，尔虞我诈，还人格分裂。等会儿，演员怎么还人格分裂上了？您不知道有一个剧啊，叫《美人心计》这部剧吧？王丽坤一人是三角，其中那事儿就让人恨得这咬牙切齿。可是另两个角色呢，跟他又形成了这个鲜明的对比。不仅这演员都分裂了，把我们这观众弄得都神经兮兮的。真的吗？哎，那我要问一问坤儿哈，他说的是这么回事吗？你一个人演三个角色，你当时分裂了？我没分裂，我来之前刚去检查了一下，我很正常。你把大伙儿现在整分裂了。刚才有点分裂了。是是是，其实我知道你说的这些主要是想说他的演技好是吧？是啊，没错。那我特别想知道，因为我知道有个外号叫蛇蝎美人。那你在演那个就是美人心计，然后演那种笑里藏刀的时候什么样，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呢？难得你来到我们节目嘛，我们也想看看在电视剧里面一个人扮演三个人的这个角色，他到底有多厉害啊。他给你三份钱是吗？
呦，你早说呀，我拍之前应该说好的，给三份钱。来，那你就想象着导演在前面呢，是不是？你得笑啊，得跟他要钱啊，笑里藏刀，好吧？来转过去啊，啊，三转过去、啊，二一，回头，笑里藏刀，什么样？哎呀呀！哎，有一个导演，摄影师都倒了一个啊！来，哎，小华姐啊，她是怎么演绎笑里藏刀？笑里藏剑。我吗？老狠了是吧？哎，哎呦，哎呦，武则天嘛，这不是啊？母仪天下那种感觉，光辉有没有？哎，女王啊！我说，哎呀，他这眼神我太熟了。